可能也是因为上一次的直播事故，知道这美颜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，于是如今品牌直播要么美颜绝不夸张，要么就不出现肖战的巨幅海报，以防止海报变形了。只不过这一点品牌方知道，小主播可能因为经验不够，就不太了解了。当肖战的德芙巧克力被小主播带货时，为了打响名气，在背景板放上了代言人肖战，以此来增加自己直播间的人气。 可整个直播间中，主播看起来人美貌丽，一切正常。可背景板上的肖战在美颜的作用下一面目全非。如果不是后面有德芙在，而肖战是该品牌的代言人，单独将这照片拿出来，那是粉丝都难以辨认的程度，简直可以算得上黑子的得意之作了。其实对于主播来说，为了让自己上镜好看，调试直播间美颜参数是很正常的。 只不过他忘了肖战这个全球第一的超级大bug在，肖战在自己名气不显时，就凭借自己的脸成为百家墙头，登亚太第一的位置，如今更是荣获全球第一，这也就证明了肖战的生图究竟有多么能打。遇到这种强势的美颜，肖战那张妈生脸只能千奇百怪了。 真正的演员是可以离开各种美颜镜头的，爱豆所在的舞台是离不开滤镜与美颜的，所以很多爱豆的站姐在真实见过爱豆后，有人会选择脱粉，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熬夜费力将爱豆们的脸 P 成让所有粉丝满意的模样，大家看的大多是精修，而肖战除了是爱豆，更是演员，在《陈情令》开头魏无羡跳崖时，肖战还被人说过浮粉。 可见这部剧的滤镜有多真实了。而《狼殿下》里的糙汉子吉冲，更是肖战涂了黑粉后的装扮，难道先变糙，再加滤镜变精致吗？在如今各种电视剧都要逐帧逐帧高P的情况下，肖战的剧一如往昔的真实。肖战。